给他喝下了有毒药的茶，但人不是我杀的，也有可能这封信没结束，因为这个仍然没有落款。如果通过密道可以完成的话，那么这个时间就会更困难。我们酒店一直在出现奇怪的声音，我觉得这个屋子有蹊跷。我听谁在说话？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现在还不到时候，意思就是真调查还没。我是看着他，我是我爸，非常恨我的。全是无巧不，不是没有那么巧合。等一下，如果凶手撒谎呢？你想嫁祸给？9:20，9:50去，9:50去的。怎么动？如此大型的机关去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？这有个门，这整个是活的呀。这里，所以整个后面是贯穿的，有人可以通过这直接来到这边。那谁知道那条？就是在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就在这个。谁有手电？哎，这是不是宵禁的灯声？12:00是。为什么没有灯啊？拜拜。哎。有个女孩在后面。白白死了。